他会欺负你。但是我从来不跟他一样。他怎么欺负你？就有的时候，我犯点小错误，他就会跟我吼啊什么。但是怎么吼啊？你学一个我看看。就比如说早晨出门这件。我说他学一个。小叶，真的这样？真的，真的。你是不是这是你平时的生活最真实的状态？对。你这会儿是在装淑女。对。对吧？得装出一样来。啊。但是只能我欺负他，别人不能欺负。那当然。啊，抱得起你媳妇儿吗？我抱不动。试一下呗。我真的抱不动。第一，他的手关节变形了；第二，他的膝关节也不行。他那个手不行啊。对。行吧，咱说心愿吧。谁的心愿？我的心愿。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带着媳妇儿去洱海唱一首属于我们自己的歌。好，来，请回。唱歌，你还跑那么老远跑洱海去干什么？洱海是一直在跟他念叨。哦，你喜欢洱海？对，我觉得洱海。你去过？没去过，在视频当中看过，是帮我完成心愿。那你准备唱哪首歌呢？在洱海边上？就是我俩在网络上一直唱着别人的歌，从来也没有属于我们两个真正的。你的意思是说要做一首自己的歌？对，属于我。对，因为。红红要不要表演一下你唱歌呢？你们不是两个人都要唱出一首？自己的歌吗？我是他教的，能唱几句。一会儿我俩合作一首吧。现在就来吧。好。混响稍微大一点，谢谢。比较内向啊，我性格比较外向。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我们能为你们做点什么？就这个幸福心愿，我们又不会作词作曲，就是他们只能给钱，就是如果那就给钱吧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意思就是满足红红的心愿。要去洱海。红红，你呀是一个典型的红色性格，名字叫红红。穿的也很红，而您的先生呢刚好是蓝色性格，内敛低调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天生的一对，好吗？为了让你们完成你们的洱海梦想，我愿意全程支持你们的洱海旅程，好吗？谢谢。那这样就是我想你们一定去洱海会有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旅行，那我想你们最大的心愿应该也是留下你们的歌声和倩影，对不对？趁着年轻，趁着美好。那我也想代表我们迎老文化，然后送给你们在当地，你们再去洱海旅行的时候，我们来安排为你们拍摄一套你们的情侣照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爱情是很美好的，然后旅行也会很美好，那再送你们一套美好的护肤品和化妆品彩妆，然后当助你们这个旅行的赞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哎呀，刚才那个看着这个他小易的老婆呀，就能感觉这种特别像自己，像那种母亲照顾孩子那种呵护那种。你看上来摸一下脸，让他给他那种打气。因为我们中式环硕呀，在北京有两个音乐工作室，所以说我在这呢，你这个自己写，我完成你的心愿，帮你写一首歌。你到北京，你要和我那个音乐人去沟通一些写什么样的歌，
好吧，再一个，我在最后祝福你们这次旅行非常美好。谢谢老师。